早晨好，我们已经醒了。来，凯子，今天你又得在车上待着喽。我没有办法，不能带你，所以我们只能把你放在车上啊。今天外边也有水，等会儿我得等，把你抱下来，抱在干的地方。哎，那边来一台房车，把它停到那边去了。哦，来了好多房车。哇，停车场停满了房车，是有活动啊。又到了我们出去的时候了。这个天，今天的天好像不怎么下雨了，昨天晚上又下了一晚上，看这地上又有积水。停车场这边来了好多房车，不知道是干嘛的。我天，这好像全是一家公司的，全是小兔文旅出租的房车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台。又到了我们出去的时间，今天我们出去要去随便逛逛，因为我们还要等一点东西。明天应该能到。哎呀，我们今天得去要去做核酸，在这个附近找找哪能做核酸呢。啊，今天我们又回到了万象，然后我们要去看看牌子，先去吃饭吧。在几楼？啊，今天这边好像是有一个滑冰比赛，花样滑冰锦标赛。好，可以了。从这个位置看比较好看哈。哦，已经开始表演了。第一个人，他这是比赛。算了，我们先吃午餐，来吃个小包子吧。好的。中午我们就逛着，先吃点小笼包吧，然后下午我们再在商场里面逛逛。这家的小笼包其实黑松露的很好吃，超级无敌烫，它里面黑松露还可以，算是比较多。我们一顿饱饭吃完，人家还在比赛，是不是？果然。吃完饭呢，我们再来验一下光，看看我们的眼镜有没有度数，有没有更变，顺便配一副太阳镜。我们去年在这边配了个太阳镜，然后不太好使，今年重新搞一副近视太阳镜。逛了一天，我们就有一个小收获，现在又跑到保安区来了，四处逛街。反正最近我们也没有什么事情，这一逛就逛到晚上了，现在已经快九点了，我们打算要再去吃个饭，下午五点的时候才吃完饭，这一顿是第二顿今天的，吃个汉堡吧。一个什么？说这家店里边的这个汉堡特别好吃，我当时刚才看了铁板上现烤的。先吃一个小热狗，喝个热茶。快十点了，然后我们要回去了。刚刚坐完我妹妹的车，她要去送我们，来回她要两个小时，这稍微有点远了。我们这边回车边去了。先回开车到家以后给我发个信息啊，路上慢点开。四叔，哦，拜拜，走啦。好嘞，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驻车地。今天让我妹妹给送回来。原本是我妹妹让我们去她家住，但是我们俩这车上又是狗啊又是鸟啊什么的，实
在是不方便，拖家带口的不方便去住家里，所以我们还是停在这个营地比较方便，我待一两天我们就出发了。水今天白天我们加满了，上车上车。卡子，哎呀，等会儿遛你啊，等会儿先上来。现在遛你吧，可不可以？你遛呀。嗯。好吧，跟姐姐去遛遛去吧。呼，外边还是多少有点热的啊。回到车上，我们白天来的时候给我拿了一些，哎呀，这什么？四川的那个火锅底料，我们俩可以之后吃火锅时候用。这是我们的火锅底料柜子，看这里边，哎，有多少火锅底料？算了，这是我们今天出去买了一堆东西，准备开始工作了。一回到车上之后，其实事情才刚刚开始，忙的，哎呦。然后我们今天测试了一下这个拍摄，用下来一天没有异响，也没有坏掉啊。应该不可能那么巧又被我碰到另外一个坏的。主机已经没电了，这个彻底用没电了，因为我经常会忘记关它。但是那个，哎，这两个还有电。充电。今天一回来就开始收拾小鸟的窝，每天的固定工作。那两个家伙哪去了？这里面，窝里。哦，在那呢。两小只已经睡了，其实。但是你看看白哥下边看成什么样子。哎呦天哪！收拾吧。浪费了有一半的粮。是吧？败家子。小卡子也在这儿开始吃饭了。我们在不在的时候他不吃，回来之后他开始吃了就。